而家上嚟幾點啦？葵師，葵師啊，麗音橋嗰度啦。麗音橋？係啊。咁就食上晚晚飯咯。阿水啊，阿水合晚飯啫。四點幾咪食？啊，翻去自己嗰度都有食咗晚飯啦。係。兼吃啊？啱嘛？五點咧？哇！你話即乾鴨切喎，你一陣就快啦，行翻去又乾鴨切啊，還要熱冷嘅度嘅上下啦。新業重組一直係國家發展嘅重要決策。外間有指到兩會完結之後，即美國首府掛住有關嘅方案，好可能係中央企業。我個社長都唔知。